着在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累积的知名度，人气超高的 Samuel 终于推出个人专辑咯。Playdis 的练习生，也是双人组合 One Punch 的成员，历经多重考验的 Samuel 这次能发行自己的作品，应该相当有感触吧。네미니앨범16으로발매해서너무좋고정말여러분들앞에제가무대에서정말멋진퍼포먼스를보여줄수있는게너무좋습니다同名主打歌 16 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青春气息，不晓得 Samuel 会怎么介绍这张作品呢？이번제타이틀곡16의컨셉은정말16살에맞게정말의상부터그리고이제뮤비촬영도그리고이제음악도정말상큼하면서여름에딱듣기좋은노래로그런컨셉입니다不过许多人会认识 Samuel 应该还是透过 Produce 101吧。在节目中和那么多实力派男孩竞争， Samuel 有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吗？우선이제무대의매너가좀많이바뀌었고요이제무대에딱섰을때뭔가긴장감이아예없고정말이제여러분들과같이즐길수있는무대를만들수있는게정말저에게많은발전이됐고그리고춤실력도많이성장한것같습니다历经长时间的相处，许多练习生都因此变成在演艺圈打拼的好伙伴。Samuel 在比赛的过程中又和哪位哥哥最亲近呢？우선뭐물론이제백한명의형들다정말가깝게친한형들인데이제제일친한형이아무래도박지훈형이제일친하고요그리고이제가장잊을수없는순간이아무래도이제백한명모여서단체로나야나쳤던게아무래도기억이항상나고절대기억이안날수없는그런추억内外兼具的 Samuel 不止在韩国讨论度爆棚，在台湾同样拥有大批粉丝支持。他也即将在十一月莅临宝岛，肯定有很多话想和大家说吧。안녕하세요타이완팬분여러분네 Samuel 입니다제가이번에앨범16으로다시돌아오게됐는데제첫솔로데뷔라서정말여러분들앞에혼자서무대꽉채우는게물론좀어렵긴하지만제가열심히연구하고있으니까만약에여러분들앞에서무대하게되면정말멋진퍼포먼스로준비할테니까많이기대해주시고정말저한테많은사랑과관심주셔서너무감사하고사랑합니다그러면여러분들네다음에만약에기회가되면꼭만나요피스Cube 家族的小可爱 CLC 最近也带着迷你六级回归咯，主打歌 Where Are You 带有浓厚的复古旋律，展现出 CLC 不同于以往的魅力。现在就请陈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네저희이번앨범프리즈맨은저희가지금까지한번도보여드린적없던몽환적이고신비로운느낌을담으려고많이노력을했는데요타이틀곡어디야를간단히소개드리자면은처음과다른남자친구에대한서운한마음을담은가사가담긴곡이고요또장르로는레트로한사운드가담긴 R&B 소울장르의곡입니다그러니까여러분많이많이들어주세요女孩们肯定花了许多心思来准备这张新作品，其中的甘苦谈更是少不了啦。现在就让 CLC 来分享一下有哪些插曲吧。저희가뮤비촬영장때랑자켓촬영장때다야외에서촬영을했었어요그랬는데다숲속이었어요그러다보니까벌레도좀많았고모기도많이물리고여름이다보니까되게더웠잖아요더웠죠네땀도많이나고조금고생을많이했던것같아요 그래도예쁘게나왔잖아요네촬영과정말하나둘은실시였어요맞아요힘든만큼예쁘게나왔던것같아요出道至今 ，CLC 挑战过不少风格，从青春甜美一路到 Girl Crush 爆发。都虏获粉丝
们的心。对于成员们来说，最喜欢的又是哪种模样的 COC 呢？저는요다너무달랐었던매력이있어서정말다좋은데하나만꼽자면정말어렵네요언니개인적으로괜찮아요저제개인적으로는도깨비가인상이많이남았던것같아요되게강력했죠그래서무대에서도센퍼포먼스와화장도그렇게시도를해본게처음이었기때문에가장인상이남는것같습니다受到 MTV 的邀请来台参加最强音演唱会，和各国女团同场飙舞秀歌一，女孩们似乎留下了很深刻的回忆呢。네저희가그때갔을때행사를갔는데거기서뭐신기한게한국팀도있고그리고대만팀도있고일본팀도있어서약간저희는언어다다른데그래도막약간음악을다좋아하니까같은무대를쓸수있어서너무약간글로벌한행사였던것같아요너무행복했어요台湾电影也在韩国刮起一阵旋风 ，COC 是不是也被这股热潮烧到了呢？우리멤버들에서멤버들다같이그시절우리가좋아했던드라마를봤었어요너무재밌어요근데뭔가되게설렜어요설레고뭔가저희가겪어보지못했던그런일들이어서뭔가간접적으로경험해보는느낌이었어요그리고개인적으로말할수없는일을되게재밌게봤는데요맞아요한번도상상해본적없던스토리라서그런지되게신선하고또뭔가마음에서잔잔하게계속남는네잔잔하게남는여운이되게감동이깊었었어요聊了这么多，最后 COC 还有什么话想和台湾的粉丝说呢？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CAC， 然后多点去听我们的新歌《Odia Where Are You》，然后我们也很想你们，所以我们也会尽快努力的，然后去台湾跟你们见面，等我们哦。接下来我爱偶像大放送的时间又到啦，这次要送出的就是 COC 的签名专辑，只要到我爱偶像的粉丝专页搜寻正两天文，并且完成任务，你就有机会获得女孩们的亲笔签名专辑喽！赶快把握机会，上网参加活动吧！